来，今天打榜师姐讲一下什么是转先。哎，转先就是呢，你可以用经验值去做一个兑换，也可以使用转先单。今天可以使用经验兑换，就是为三切。好，四十等就可以转先了，像这边。好，四十等。观众参考一下。开始剖析系统了。来继续挂落去，嘿，来，今天这里的最大重点就是我们要升35等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弄呗。我才发现自己转身就一直改变。我想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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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有啥呢？我是啊，今天都没有人聊，都还没有看到那个诶，挂一下好了。啊，其实上大的重点，上大的重点其实就是吼，几卖心啦。我们出去吗？啊，没关系。然后我其实最有印象的是，我都会进来看一下巅峰装备目前有哪些。好像目前巅峰装备就是有这个赤色，而且它这个元宝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，是吧？所以要给你卖到这么贵，就有它一定的价值。够好玩的！来，终于有人广播了。我最喜欢看今天遇到谁了。我们今天遇到电单车玩家哦。然后，哎，我想一下。还有什么要讲？没有，那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就继续挂下去哦。光你战力上去为止啊，他说那个战力要多少啊？很像要六开耶、欸，我记得是要六开啦。算了，我先记一下好了，因为忘记了。东西，他要比齐神东哎、欸，对啊，6200啊。